夏之光老师可以空翻30次啊。好，我征得一下他本人的同意啊。光光说可以，可以，没问题。杂技得补一补吧。不错，不错。海底魔力转圈圈，想你想到什么？这次是特意从国外赶过来，来感谢我们的媒人的。虽然我们被岁月催老了容颜，但是我们的心是年轻的。我是孟美岐的爸爸。说实话，我对这个 Rise 这组合不太了解，